球。39号。39号在现场吗？好，39号在哈。来，第二个幸运儿是谁呢？20号。20号在现场吗？20号。好像不在吧。20号一次，20号两次，20号三次，尖叫声。40号在现场吗？姚浩，姚在现场，麻烦帮我移动你的脚步，来到右前方的舞台。这个是14号，玉婷我爱你。怎么有偷告白的问题？偷告白，14号，麻烦帮我来到右前方的舞台哦。再来是67号，67号在现场吗？67号，我抽几张？抽完啦！再两个，好。最后两个。老师，我看中间。8号。8号在现场吗？8号。有，在那边。有挥挥手，麻烦帮我来到我们右前方的舞台。最后一位。反了是不是？48号。48号在现场吗？48号。有后，你好。哇。好的，我们换下一位。哇，命运掌握在手中哦。第一个，好，那答应我一件事，不要叫的时候就先不要叫，因为一直叫好吵哦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加码一位，可以吗？一位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那答应我，等一下我们就嘘，然后叫的时候就叫 ，OK 吗？不然我会觉得像在管小孩。我们是在军营，一个口令一个动作。对。这一位我们要什么？我们一样用抽的。那这一位可以获得怎么样的加码呢？先问一下。我们讨论一下。你们讨论一下，要怎么让宠粉要怎么加码？给我们10秒钟。我以为要10分钟呢，好险只要10秒钟哦。要怎么样？要怎么样宠粉呢？要怎么样宠粉呢？所以自拍可以吗？自拍可以吗？所以自拍可以吗？站到这上面来跟我们一起自拍，自拍可以吗？可以吗？现在是可以回答的时候，来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。好了，我们要由谁来抽出这个最？